二，这一局比赛我们只送手指爱心。为啥不相信我嘞？他是因为相信我啊。哎呀，我们才两个而已啊！扣嘴没？Finger hard, everybody. 卡昆克拉，卡昆克拉，卡昆克拉，什么 ？Let's go. Fighting. Fighting. 谢谢总总，谢谢卡卡 ，Thank you, Kiki. Let's go, everybody, finger hard. Let's go. Welcome, 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大家。Let's go. 加油，辛苦了，家人们辛苦了。加油。辛苦了。继续往前点一点。Let's go. 辛苦了。辛苦了，家人们。Thank you so much. 我有一个小手指。欢迎龙城。还有两分钟。Thank you, 云朵。Thank you, 小王子。Thank you, 云朵米。We need everybody together. Welcome, Kelly. Welcome. Thank you so much, guys.Kissy face, kissy face, sent to your phone, but I'm trying to kiss your lips for real. Red hearts, that's what I'm on, yeah. Come give me something I can feel. 安静可以是送一百个。Don't you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baby? Don't you need me like I need you now?Let's go, everybody! We are the second place, everybody. 谢谢 Ria, thank you, 娜姐。哦，追上来了，家人们，辛苦了，家人们，加油！哎，这个五倍卡是不是也有用啊？这应该不能放五倍。Thank you, Waveflex。这不能放五倍吧 ？Everyone, this let's no booster。这应该不能放五倍卡。感谢铁铁的五。这不能放五倍卡吧 ？No booster。铁铁，Thank you, 铁铁。No booster。Thank you, 乌龙。这如果放五倍卡，应该是拿下了吧？锤，应该是拿下了吧？锤，欢迎锤锤。Pass you, Christine 姐姐。Thank you, Joe. Pass you, Pass you. 最后十秒钟，看能不能守下来。哇，我们现在名列前茅，独占鳌头。不了，OK。Thank you, Joseph. Thank you, Tommy. Thank you. Leave for next night, Leo. Nice. 谢谢拿铁。
Happy Week， 美伟呀！感谢宗宗，我们每次配子都输的好奇怪，有没有赢过？Thank you, Yifan. Thank you, Longcha. Thank you, Alashi. Thank you, Yoli. Nami. Thank you, Tommy. 谢谢大家。Thank you, 俊彦。Thank you, Welcome, Song Hao. 感谢我哥哥。感谢姐姐。可坤卡，多可坤。Thank you so much. 感谢龙哥、可坤、木苏、谷雨、内美。哇塞，你看看，大家真的是很给力哦。感谢。要不要喊 Pibun 一分钟呢？ Pibun。哎，要不要喊 Pibun 一分钟？ Bannon。Bye bye.โอเคค่ะบายบายทุกคน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บา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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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 weekend 啊他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哎呀完蛋了他叫 P 他叫 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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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 Ken Ken K E N Ken K E N Ken 对 K E N Ken 吓一跳 He 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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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跳嘞。我没有跟他互关，我关注他了，我还没跟他互动到。他听不懂。Yeah, I know。他讲泰语。It's okay。哎，仙儿很强哎，讲泰语。我哪强啊？就输给你。我是公益的打一局了，就后啊，也打一就后啊。PK Rose。你台啊？不，你的。你不是台语、欸、你的、那个谁啊、你的泰文很好、啊、那个大米大米应该可以玩吧一点点大米应该可以玩不把大米拉进来我们玩一下没人玩吗大米没有要但他拒绝了 Hi why snore Hello Anda 这读音 Hi your name Cam is called CamNot Ken 他不加入吗他不加入吗大米不玩哦 Cam It's called Cam Not Ken 还有谁能玩啊 The Barbie and Ken 我看一下广广广广才刚开大米可能要下播了吧还有谁廖伟豪我看一下有谁还是说你们先玩好生先撤好生刚上播而已怕家人反弹哦、oh, OK OK 你们先玩了先撤了拜拜谢谢安室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安室 Park 拜拜哦好、大米在唱歌哦人太多了他们都要先走มีคนมากเกินไปและพวกเขาทั้งหมดต้องออกไปก่อน我去跟他说吗都可以都可以喂、欸、你是不是网络不好啊你的那个你两你那号一直在重进呢他们赶快跑พวกเขาวิ่งเร็วพวกเขาวิ่งเร็วอืม大哥大哥你送手指爱心像话吗大哥恰打他送小比心像话吗เขาส่งข้อความหวานหวานมาให้เสี่ยวปิ่นซินหรือเปล่า我好喜欢这种 PK No他说他好喜欢这个 PK No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ชอบ PK นี้มาก好省钱的玩法No 怎么没声音มีวิธีไหนที่จะประหยัดเงินได้บ้าง可惡他就喜欢这个玩法晚上好 Hi Let's go 只说不出口Fuck！ 啊，不要不要点这个，点一个大的。你点一个大的，不要点这个。你点一个大的。哦、oh, ，Everyone！PK
Say Rose Good Yes谢谢 Alex 哥大大 sleep 大大 no sleep 迎着感动现在有谁在呀、谁可以玩呢、啊？这没有人可以玩呢、啊。地久的沉默，只要你每天都属于我。我想去上个厕所哎。I'm going toilet, everyone waiting for me. Waiting for me. I'm going toilet. 我去上个厕所。Hi. 我去上一下厕所，家人们。Oh, shit.
像星星之间散到宇宙速度穿越允许随便像窗外流星许愿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度过很多光年在地球五点一亿的平方公里可以遇见你我已经足够幸运你做了只是学校和爱上拥挤在宇宙的我已经足够幸运在宇宙预定了双人房间回来了睡着吧睡在我的旁边牵你以后彼此躲避我的视线我把对你的爱写进歌的字里行间摘下了星星爱小阿猫彩色的音乐和你相见是手中幸运和你相连跨越银河系的爱恋宇宙一小勇的瞬间星空里定格的画面电影鸟的盘子这道理计划带上你一切 OK 而你永不分离哦那一在屋里为你弹着吉他就和我 run away 3,2,1Mom, very sweet.现在才六个月，现在才六个月。嗨 ，Chris。Hello, long time no see。七姨、广广都可以玩吧？他们怎么可能会玩玫瑰菊？衣服好好看，衣服好看吗？早安 ，Chris。我穿那个耶。三少哥开播了，去打他。去打他，去打他。啊？我不知道，等一下，我先跟他谈判。他不接，他拒绝我。三哥在干嘛？你看他，他拒绝我。他拒绝我嘞。嗨，三哥在干嘛？你们去看。他在卖东西吗？他哦，在卖东西。这个 Let Now OK Now OK 刚卡了咱们连一个唱歌新主播好吗把他唱泰文歌可以啊 Let's go 你要你带我们出去打吗 OK 谁啊晚上好哥好久不见 OK OK哪一个唱歌主播啊？我 OK 吗？我现在多了很多孩子。哥，我开三秒钟你就连我，你是很期待要打我？我要打死你！你说什么呀？那个，不要打死你！三哥，这是很屌哎、欸。这是什么？你要不要看一下？
什么？打赢你，你要送我吗？这只台币十万多哎！真的假的？是什么？十万多？对啊，它只有。百乐门多少钱？百乐门有投影的要五万多吧？没有投影的要四万多。嗯。这只要十万。没有投影的四万多。这只是。如果说，嗯。如果说什么打赢我打赢，如果打赢你，你可以送我们一点什么？没有打赢你，你可以送我们一点什么？我们要打。你刚刚不是说你要打吗？他们跃跃欲试哎，他们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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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拿一个王八蛋到我账号那边乱留言，就是你、啊。我去试探一下。好打哦、嗯。没有，我去试探一下，你有没有很想打我？结果试探的结果，你真的很想打我。你都说要送百乐门了，我赶快在群里喊人，我说快点打三个。你都这么说啊、欸？这么久没有开，给你们看一下，看一下，这还有马上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一只要十万台币。十几万多十几万哦，这只这个要十几万泰铢，ค่าใช้จ่ายนี้เป็นแสนบาทค่าใช้จ่ายนี้เป็นแสนบาทโอ้这要十几万哦，给他上去嗯。哇哇好大哦，哇，为什么要十几万啊，他的点在哪？因为他是那个全球限量99只，然后这是99只里面的隐藏版，比例大概10:1吧、哦、等于99只里面他只会有大概9只而已，所有的我爱你都在他的头上，哪一个国家的我爱你都在头上、哦，中文、英文、泰文、韩文、日文都在上面的，很多种，很多。99只的限量版。因为，哇，白肉门一样，它可以亮的。这只是限量的。先把我们的灯关掉。จำนวนจำกัดเท่านั้น。哇，还是可以亮哎、欸，哇。对吧？哦、oh, cool pink molly yes 哇、oh, 水吗水呼吸灯的好不好，这是全球限量，外面的都没有，杂哥买一只送你，开玩笑，这种东西他都不想买送我，我都自己买，你们知道送我最多的是谁？是三哥，都是三哥送我呼吸灯的，都这只三个不能送，99里面九只是的其99里面九只，你其中一只限量哦。Mom, you buy, I want。99只里面只会有大概9只隐藏版，打开这。啊，这只啊，这个是等一下要拿来竞标的吗？没有，这个给他们看而已，这个不能卖啊。我、哦、这不能卖、啊、哦。哦，给他们看一下。讲半天，感觉有点想买了。他说这不能卖。他说这个不能卖，只是给我们看看。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ขายไม่ได้เขาแค่เอามาให้ดูเฉยๆ真是的，看完以后人都不舒服了。他说这个不卖，只是给我们看看。就是你说的百乐门，但是它是这个是基本款的，这不会亮，它只会亮而已。它但是它不会，它没有投影功能。另外、啊、我有另外一只投影功能，就是它枪可以放。三哥，达哥想要送他一只，想要。来开 PK 功能，快点！他说 PK 打你。这只有没有？这只就另外一只，它的枪可以投影，就是可以放影片。啊，没有，那、啊、投影的那只在哪？卖掉了，被人家买秒掉了，被人家秒掉了，上来就直接不见，被秒卖。这个是要喊价的吗？
没有，这个我欠人家很多只。哎、欸，我们现在欠人家几只啊？应该还差不多，大概这样吧。欠人家五只，差不多。欠人家五只，因为本快十只，跟这只快十只，本来是要到货了，结果就我们高雄这边台风啊。Molly, yes。那货运休息三天，全部都 delay。我们家沙发也还没来。对 啊。现在不行啊。现在不能 PK 是不是？这不能 PK 是不是？打打在谁要 PK 啊？浪费。他不在，他只坐在我对面而已。安室这个区里小助理在哪里？那不差欠安室这一只，对对对、啊，什么？你叫他再扣个字，我关注他。你们比赛不是要送这个吗？对啊，对啊。那是什么比赛啊？歌唱。我们自己公司的比赛啊，已经打完了，小杨拿到了。他唱歌那么难听。他不是歌唱比赛，人家是打 PK 赢了流水。他跟我说唱歌好听。我明天就去台北给他抓下来高雄罚跪。没有没有没有，他是我们三哥真的很难听。三哥我把他拉进来，三哥我把小杨拉进来，小杨有没有开播？小杨有没有开播？小杨在哪里？我看一下小杨嘞。小杨没开耶，家们，小杨没开，没有开。三哥真的很难听啊、哦。好坏，三哥真的很坏耶，扎心的老铁。他跟着大哥都说，我们家小杨唱歌真的很难听。小杨唱歌真的还好。Alice 哥，你叫那个小助理再扣个字。他过来，他就改成大马脚。我找不到。小杨上票，他就改成马脚。我找不到。好，三哥，那我们这些小卡拉咪打赢你，有没有东西可以送？有没有人屌？小卡拉咪。对啊，我们这里除了达哥以外，我们都是小克拉咪，七里小李。达哥，如果达哥不上的话，有没有东西可以送？对呀、啊。达哥不上票啊！达哥不上票的话，他的票不算。那小号那么多？没有啊。很小的，很小的。他说小小，他说你可以送给泰国粉丝啊，那种小小的，让他们知道你在卖这个。我送给谁啊？不是，有没有很便宜的那些？就是也不能说很便宜，就什么盲盒啊那种的，然后打赢你就可以抽一个去送给泰国粉丝什么的。对啊，不用打，我直接送他就好了。达哥讲话，我们说，他们说，你看我说。他说不用打，直接送你们就好了。不然我送你这个吗？哇，没当 super mom， 买黑裙对中。这个我本来要送我女朋友的，都还没有送。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哇，盲盒哦，这个很猛哎。你来要送女朋友，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对，盲盒里面。其实结果我都没有女朋友，我就买了，干。哦，你要送这个？你要送这个？你要确定、欸？哎，你要确、欸？真的吗？三哥是一定是没有，是说我要送我女朋友。哦哦，我以为你这个要送粉丝哎、欸，好像哦。哇，送太丑。但是我没有女朋友。他们说你心地真好。他们说你心地真好，笑死我。让他们关注我。蛮可惜的，关注你，他们关注你。等一下 ，Alex 哥，他刚号不是有开进来吗？我关注他一下。他们可以关注你，但是你要给他们一点福利啊，寄点什么盲盒啊那种的，就是可以跟他们。他们还是不要关注我，因为他们泰文我也看不懂，我没有那个耐心跟你靠腰，三哥好现实。妈的！喂，三哥，那个凤梨，那个，大闸蟹好吃吗？什么东西？哎、欸，把音乐关掉，我听不到。音乐关掉。大闸蟹好吃吗？凤梨那个大闸蟹？不是预告你去越南，这是分身你。谁？大闸蟹。他说大闸蟹，凤梨的大闸蟹好不好吃？好吃啊，你
啊，你不是有下单了？有啊，还没拿到啊，还没拿到呢。大头，应该很快吧？夺命二十二号，几号来？二十二号。好了，张哥，那你不打、啊，我们走了。好、啊，我们要出国啊。对啊，好失望哦。你要去哪里？旁边那只大王，我要去那个、啊、出国，那个骗一下钱。啊，你要去卖东西是不是？那个精品。对啊。哪个、啊？他那三哥要去卖二手精品，他要出去越南。不是越南啊，我是去越南。我先去香港，先去那个达达故乡之后，再去越南。你该不会拿货在香港拿的吧？我拿货还要在香港拿，我就漏掉。我是去帮同行把他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清光。哦 ，OK。嗯，有二手的可以给你吗？有二手的，我去这，还去香港干嘛？人家先去玩不行哦。Hi， Christine 姐 ，Hello。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有钱，每天在那边滑手机，这样就好了？啊、我现在没有啦，我现在都不刷礼物了，三哥，我现在认命了。他等一下说你就不要让我的人看你在上面飞哦。对。没有啦，有。Hi Sunlight， 真的不打哦。Hi 伟俊，好失望哦，家人们，真的不打哦。你一直想要骗我的百乐门哦。对、啊，对啊，真的不要打哦，我们很想打哎、欸。对，这个百乐门呢，我那天我在网上面看到，我觉得挺漂亮的。嗯嗯、真的不打哎、欸。我们你看这一千多人还等着呢，他们想说真的不打吗？没有啊。我要送暗示东西，他就叫我不要送。然后我现在不要送的时候，他就硬要打我，也想要骗我的台乐门，家人们。你送的不够打的。问题这个比较贵啊，这个比较贵，打回来感觉比较舒服啊。失败，这个贵一点啊。比赛办完之后，第一名的礼物想从我这边免费打出来。哎，打你也是要花钱的嘞。好像有他我要花钱，但是我被打还要花钱，不是更惨？No， 他我跟他们解释一下，他们听不懂。嗯，他们 FB 的朋友，他不打。大哥，打个招呼好不好？打个招呼，不要没打输，好没打输。好吧。三哥，他们说好失望，好失望，他们说好失望，他们说好失望。八点半，关注三少脸书，哦，还没关注的赶快关注，好，脸书的朋友还没有关注。OK， 失望了，三哥，那我要去打下一个喽。好。三哥拿过来，我帮他卖。我那天我一个。蜡笔小新，我叫到了两万，你跟他说。他上次把一个蜡笔小新呢、啊、卖到两万多块给人家了。那不一样啊哦，那些跟你买的人都想骗你的钱，那不一样。哎、欸、，Let's go， 他说你。哎、欸、，Let's go， 谁唱歌说你？哎，Let's go， 你现在拿你的签名出来卖给那些主播，他们也会跟你买。签名在这。我跟他讲了，这个签名可以。别说三少认识我。不是，三少哥，我说了，这个签名可以跟我借钱，就是没钱可以跟我，就是拿着这个签名可以跟我借钱，就是可以。但是借不借又是另外一件事。可以跟我打跨区，可以找我，但是我帮不帮他打，我借不借是一回事。我知道。嗨，张的，嗨。好，你们去打 PK 吧。好，我要去打下一个喽。有一个在唱歌在排队。好，拜拜。拜拜，好可惜哦，家人们。你在手贱吗？
等，哎，你去冰箱帮我拿你的草莓牛奶吧，我想喝。我把它全部冰起来了，我想喝冰的草莓牛奶。Jessie，Hello，Jessie，Luca。嗨嗨，哈喽，你好，你好，你好，我操，你好，没有连过这么大的主播，非常的紧张，我好紧张，我操，他说我操，你好，好紧张，我顶，好恐怖啊，救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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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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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好啊，姐姐，姐姐你好啊，你好，我顶，我顶，哇，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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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顶过这么大一个主播，哦，你好，你好，我知道你，你是 T T 一姐，你好，你好，你好，我去，我是新主播，我 T T 一姐，嗨 ，T T 一姐在这里，刚刚给我打一下，直接说什么 T T 一姐，哦，你好，哎，嗨，小蝶，是打打吗？哦，你好，你好，你好。哦，我操，我好紧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再拉个人。好好好好好。哦，你拉吧，你拉吧。我拉。你们是歌唱主播吗？还是？对，我们是都是。我给你拉另外一个一哥进来。我去。我好紧张。不知道他来不来。家人。我感觉他们是姐妹。嗯，你好，谢谢大头的宝箱。对对对，有点长得不是很像。公公不来。你好，你好，你们好，你们，你们好，你们好。我拉了公公两次了，公公在干嘛？他是拉稀了是吗？看人。他今天是不是拉稀了？我再换一个，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多的可以玩，现在。我要看看现在有谁啊？有谁在啊？有说话呀、啊？诺亚哦，诺亚是唱歌啊。我们打诺亚。后面羊驼换造型，对啊。他们都是唱歌的啊，诺亚拒绝了。大仙呐、啊，大仙，大仙，看到。怎么了，千哥？哎，各位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好，你们好。我头发染成这样，眼睛还变蓝色的。千哥，你做什么事迹了？千哥，你头发染成这样，快跟你当姐妹了。快跟我当姐妹。对，还行。我要叫你姐夫。我也要叫你姐夫。他们这两个是唱歌的。哦，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那个大仙，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对，你们懂的。懂个屁嘞，人家是新主播，懂个屁嘞。我都这样了，还看不出吗？这是台湾曾经的一哥。真的什么？哎，曾经就不要讲好不好？曾经讲出来很难堪啊！你要讲出来，你要负责哦。你现在换去太区了呀？他不让我开榜啊，我没有榜。你开榜了，你就退工会了。你开榜，我开榜了，我第一天我就干到前二十去了，然后他就让我关了。开榜了，你开了，你就可以退工会了。真的吗？嗯。你开榜你就退工会了，你开榜的会好很多。对啊，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就跑到前排去了，然后现在就算你在那边的话呢，你也不能进。哎，我这种条件你签我的话，保底给多少？你还要保底啊？还要保底哦？要啊，没钱花、啊，给个几千块意思一下嘛。OK 可以啊，两千来可以两千。哇靠，他直接按最低标准给我，家人们。两千最多加个五百，最多加五百，顶多两千五了。真的吗？不能再加了，两千五，不能再加了，贤哥。你流水这么高。哎。
教教我，教教我，好不好？我现在有点烦，真的有点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怎么玩？他们两个怎么玩？对，我们怎么玩？等一下，不好意思，这位 Truly 小李，小李你好，还有伊娃，你们好，你们好，我关注你们了。你们好，你们好。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才艺没，很久没见我那个对姐夫了，就唠嗑两句。可以，才艺局吧，他们说。行，好，行，没问题，可以。好，那我们最后分吗？还是个人战？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可以。OK，姐妹一组揍他啊！那我对一二三四嘞。哦，那好，那我就跟大贤一组呗。行。哦，让他们做才艺嘛啊，这个。哎，这样对，他们两个都是唱歌的，是不是？完了，这样子我只值2500，是。两千五，最多加多200，不是我。等一下，菲菲说，哎，我给他送一个超朵朵3000啊，你找他要2000，我干嘛、啊？加多两百。哎呀，有没有得谈的、啊？这个价格还有没有得谈啊？2500真的不够啊。